车后援会早就等在门口热烈欢迎。前行院长赖清德三日来到龙山寺参拜，力拼党内初选过关。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做清楚，无论是你是伫基层直接听到、看到、所了解到，或者是各种的民意的调查，清德啊，拢是民进党党内内底上届有胜选打败国民党的候选人，你讲对啊？唔对啊？暗讽蔡英文，就算代表民进党出征，以现在低迷的民调，根本选不上。而根据民进党初选时程，十号到十四号将进行电话民调。蔡赖两人可是卯足了全力拼了。总统蔡英文是利用赖的账号发布任务代号“祝英台”，希望民众能帮忙转发民调宣传图，替小英拉票。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不止亲自走入基层，一一握手拜票，而竞选主题曲也曝光了。民进党蓝爱无敌吧。洗脑曲调搭配上浅显易懂的歌词，让民众朗朗上口，就连赖清德自己都很喜欢。歌非常轻快，也能够传达我的意志，同时呢，也清楚地向社会大众传达我的诉求。那因此呢，我也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能够多多支持我，让我最后能够顺利出现。不止以往，只要顾电话，还要顾手机，蔡赖双方陆空全面开战，力拼党内出现。欢迎宣红徐李佳桦特别报道。